Hello， 台湾的朋友，健康一点。我们叫了两个餐，不够饱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这里好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然后两个小菜，还要再加一个白饭。因为刚刚做完运动，平常我们两个人会吃三人的分量，今天两个人大概吃四人的分量，刚好。等一下再吃甜点。祝你们开心快乐。这个是我们的 style， 我们都会把东西一点都不会留下来，除了这个骨头啊，跟辣椒，所有的配菜。等一下把它喝完，然后去吃甜点。